Welcome to Dark Side， 欢迎来到黑小度的实况教室。今天小度带给大家新吉安恶意收购的潜行简单攻略与注意事项。好，那就是建议大家这一关直接火拼，不用潜行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开玩笑的，因为这关的潜行流程非常复杂，也很浪费时间。那火拼的话真的很快，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解决掉这一关。小度在实况中大概潜了40至50分才通关，所以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建议大家打火拼就好的关卡。好啦，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讲解这关的潜行流程。好消息，这关总算有监控室，所以小度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去解决监控室。那事前计划里面没有写到监控室的位置，监控室可能出在3楼 CEO 办公室斜对面，跟研究中心入口的柜台后方。因为这关有30几只监视器看着，很难做任务，甚至有许多站桩与在同一个地方来回走动的平民。除非你要解成就啦，不然小度建议是多带点丝带包来处理平民。事前计划的部分可以买一下开启 CEO 办公室，因为那个门必须撬锁，没办法射门把开门。再来是逃脱计划，可以买南方停车场，这样后面搬文件上车会比较方便。阿索这只玩意儿呢，我一直以来都不信任，所以就还是自己搬吧。你把包包丢在高尔夫球车后面还比较安全，也不会被发现。那剩下的点数你可以买个间谍监视器。延迟送酒就只是多几个额外赃物可以拿，对整体潜行流程没有什么帮助。首先呢，我们先前往办公室区域找到3个勒索讯息，分别是电子邮件、电话录音跟录音机。电子邮件找2、3楼的电脑，你可以跟大银行一样去害 CEO 的电脑，找出发出 BB 声的电脑就是了。或者你也可以每个电脑都害，反正不会被发现，也不需要冷却，可以全部都害过一轮。再不然就是等 Lock 告诉你是哪一台。办公桌底下可以躲进去，要注意某些桌子底下的某些角度还是会被看到哦。电话录音在安全主管办公室，出现位置不固定，事前计划里面的问号就是该办公室可能出现的位置。录音机则是在 CEO 旁边的柜子里，撬开柜子就可以获得。再来找到 Neo 2， 一定都在1楼展示厅，在1楼柜台旁边的房间里有后台控制箱钥匙，拿到才可以把5台布帘拉起来。而在营销总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可以找到展示柜密码，密码输入错误一样直接响警报哦。或是赶紧把营销总监绑起来拉到展示柜前面，就可以直接打开柜子，接着丢上车确保就可以做下一步了。接着前往研究中心，别跟小度一样跑错边哦，我第一次跑的这边是实验室。接着进入 CSO 办公室害电脑，害完之后系统就会标记 CSO 位置，等待时机把它绑起来或打包取得它的钥匙牌，再进入文件储藏室，然后打包4包文件丢上车就结束了才怪。在你没完成一个潜行阶段，像是搞定勒索、原型机或文件，都有可能突然来几个视察员来查看，会出在北方或南方停车场。这时候请尽速的把他们打包或是绑起来，否则他们只要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会导致警报响起。像是他们看到原型机不见啦，文件是被翻过啦，就会报警。把视察员搞定后，就去管理室用对讲机把实验室里面的人叫出来，然后进去实验室将桌上的8台显微镜打爆，就可以撤退了。真的是潜行流程超啰嗦的一关，第一次奉劝大家不要潜行直接火拼。以上就是本关的简单攻略与注意事项啦，那接下来就是小度的潜行记录咯。太难了，我太难了。 We've got a big job ahead of us and it starts in the main office building. Let's get inside. 哦那有办法直接走那个吗？逃生梯吗？哦嘿，不行欸，他门是关着的。Look， 所以监控室在哪里啊？还好奇。好了，我先让触发，先让他们。帮我们找。Make sure to scope out the executive office. 哦，好大哦！天哪。Every conversation she has in there. Because that works out great for politicians. 小破安安。老婆，这个总该有点语音了吧？我都登录了。这样会摔到脚吗？会耶，哎、欸，不能撞到任何人吗？平民没关系，平民没有关系，但是那个警卫会摸到你身上武器，然后他就起效了。
Go big crazy! Beep 六个没念到，什么东西？六个没念到。虾米虾米蛙哥，六个没念到。有六个订阅没念到吗？啊，哪有可能？呼下。哦。好像戴上面具才能标出来是哪一个才能那个是不是才能用那六个什么东西那六个啊什么东西谁哪六个我刚刚只看到两个订阅而已不是吗啊、警卫不能撞到平民没关系平民你直接拿你身体撞他都没什么问题。所以他逃生梯是在，因为我其实还看不出来他这边的配置到底长怎样。对，这边是逃生梯，没错，是这个地方。那在这边开门一定会被他那个人看到啊，除非他没有转过来了。Oh no! Look at this.爆标了，感恩。Easy。打得死。啊，这个就是那个刚刚那个鬼打墙环节，什么东西？什么意思？我不懂啊。不是啊，你就讲清楚什么？那六个是哪六个？什么东西？你讲一半，我又不知道什么意思。哪六个？我刚刚就看到两个订阅而已啊。六个什么？六个平民那个点没有点啊点点点他不会念啊说清楚讲明白啊点你是不会打中文你哎、欸、啊他现在又不会标记给我看了奇怪啊我上刚刚那一场就会Look at this. Hey, 没有耶，他没看到。呵，打警报。就点这个，没有啊，点点点，他不会念啊。点点点，谷歌不会念啊。你484第一次听谷歌啊。点点点，他从以前不会念啊，他只会念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逗点句点，他也都不会念啊。啊、哦，标了！那你又是在对面，那我们就要等那个人过去。我在这边等。哎、欸，屁嘞！啊，在这边打，哈哈哈哈哈哈！啊，走了走了。我屁嘞，在那边打，我怎么可能派？哈好。为什么没标到他？我的第六感不是一直在标吗？太神奇了，杰克！太久没开，忘记没有啊？他从以前就不会念点点点啊。嗯，真的啦，他从以前就不会点，他以前从以前就不会说点点点啊。他点点点会直接略过，他不会念。要不要下次大家提醒我？如果我把那个提示修好了，你们我再点上次小破的那个通知，让大家听。OK. Well, looky here, Rainy got her accountant to sneak dirty money through Sarah's books. Would be a shame if the email got leaked. 不然不会啊，拜托，我都听几年了。呵呵呵，我
从之前在用的时候，他就不会念这个了，我超有印象的。Easy。Gabriel, listen to me. I know you're piss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Esteban. He did good work for us.But Midland Ranch is way too hot right now. We can't risk implicating Sarah and your brother's racket. 哇，这样子要去他办公室也太远了吧？而且很难呢。其实外面太多人了，这一区，光这一个，这一个，至少靠边。他刚刚是月亮他那个吗？月球漫步吗？还是这个直接？跑去楼下，从楼下绕会比较简单一点。其实我只是在吃人，外面人是不是更多？其实，二楼比较好绕吗？没有，他这边没有那个，他这里没有，他这里没有那个叫啥？通风口。呼呀！这个真的很难嘞、欸，四肢紧会固定。而且还会绕来绕去、欸，哎，基本上就是在这附近一直绕，绕全场的都会有几率当进啊，这么机车哦、喔，因为真的很难哎、欸，因为室内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撞到人。哎、欸，感谢，哎呀，所以大家看一下时间啦，大概八分钟。哦、你只要有戴上面具，应该这八分钟应该 luck 都会帮你标出来。这是谁的结案？是麦克谢的老板，布莱是吧？布莱恩还是布莱什么东西的？基根，哇，这要出去真的很难哎、欸，人太近了，然后他们走动又很频繁。假如说他们走动不要那么频繁的话，那好像还有可能一点。Hello。这根柱子好像也不是柱子，这个地方好像可以稍微挡一下。Look at this！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小心，每天前应该可以拿到手套，可以哦，应该是没问题的哟。Oh no！ 也许刚刚谁？刚刚哪一个观众说会？躲在桌子底下还会50到100%那个侦测值，所以他办公室一定得去哦、喔。哦嘿，这个要这样子躲吧，才不会被不会看到。反正以他们的基准点，就是你的头不要被他们的头不要看到就好了。安威龙斯还在一个月，没有错，我也是很期待。这次还有叶问，帅了。他这里一定得来，是不是？ Before you blow up the tanker, 没有，他不是一定得来。Make sure to spill a few gallons first. I want Keegan's oil on the EPA shit list. You are aware the ecological damage could be severe. Doesn't matter.I want to put that hit out of business, whatever it takes. Hmm, 怎么了 All right, the Senators move their carbon capture prototype into the event room. Let's scope it up.走了。真帅，让自己看到舒服了。哎呦，水哦，像不错哦。他是不是又去厕所？这个平民。啊，对他果然要去厕所了。可以尾随他。哦，那边不能走，差点忘了。哇 shit！
Alright. Come on, friend. Save those bullets for the kettle. 没事没事啊，紧张了一下，按了一下啊，太可怕了。再见。他们怎么走进来了？呵呵。Odyssey 好，这边居然不能走了吗？Nanny？还是那个 CEO 打掉，其实没差。我就想说逃生梯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很好走的地方There is no way I'm going on that stage tonight. You have to. You're the bulk of the presentation. You know I hate public speaking. Why would you base this whole event around me? Because no one on the marketing team knows what this thing does. How is that possible? You named it. 真的是有鬼。Damn good job. What? This again. 你这样会看到，而且是瞬间跳起来的那个。瞬间跳起来的那个，瞬间跳起来的100%，哈哈。Look at this. It's a good name, and I'm more not rehashing this. Stupid. 惊死！Shut the 什么 They got a lock on the curtain controls. Shh, bloody excessive. Check the reception desk for a key. 找哪里啊？太远了吧！哇，这一关也太扯了。这关也是来回跑的类型嘞，太烦了。很搞，这真的很搞，这里都不能走。那个帘幕的钥匙在柜台那个房间，哇！那我刚刚完美的错过了 ，nice。哦嘿。That keychain is labeled stage curtains. Yeah, I'm coming in. 哎，他们两个出来了，所以他们是讲完话，是不是？妈的嘞！啊！我记得刚刚要跑上去。哎，我刚刚看到地上的那个讨厌的赌场的笔记型电脑的箱子。这里人会不会走掉啊？不会，太好了，谢喽。哎，好像走掉了耶，真的耶，走掉了耶。哦，没有，走掉一个而已，可恶。
所以他擦地板到底会不会看到我、啊？你只走掉一个而已，真的是。A C 的女平民这次来帮你开哦。哎，干嘛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干什么？干嘛？你想干什么？哦，没事没事，他们要走进来，吓死我了。他走掉你就要找密码了，会痛苦死了。而且这好像才第一阶段而已，对不对？欸，他居然只会走到这边吗？我还以为还会走在这里耶。空空，他转回来这一瞬间耶，太快了吧。这是去哪里？哦，外面。Easy。Overkill 人也这么多的话，怎么可能？七分钟。这个是不是？这个在的话，还帮我开是不是 ？RNG 只有装死平民，那就不算了。哦哦哦哦哦！麦脑真正诶，麦脑。哎，补个袋。找三个对不对？一定是找三种颜色对不对？以我常年的经验，那里我们绕过去会比较好。爸，要多久？我一张火瓶不要啦！哎呦，发现他裙子破土了。你别跟我说你站在那里哦，我配面哦。啊，什么东西？他说这里。啊，他说问号在这里是怎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刚是记得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啦，可是那是……喂，等一下，你怎么走上来了？
不会不，可乐包起来。啊，也是这个、哦。哎，不是啊，不是啊，我他妈身上还要背着这个，干，好像不太妙耶。虽然是不会降速度就是了啦，干，可是很麻烦的。等于就是带一个累赘的意思，你知道吗？Two ways to get that guide. Take the marketing lead hostage or search your office. 这包可乐我不要了，没必要。所以他开这个门，他会走这儿啊，恶心啊！我就一句话，恶心啊！不行，不能走这里，我走这里会那个。他们两个会看到，哎、欸，还是走到他们后面啊？他后面能走吗？好像可以。哦嘿。啊，五三七九这。Nicely done. Bring the prototype to our van in the parking lot. We've bloody earned it. 这能跑吗？不行。但是这个还好，我是带那个卡比 K， 至少可以走比较快。浮空 bug 的修好，真的假的？哦，第一阶段结束了。OK， 走了吗？哎。Enter the office.Researching Center, OK。啊，门口不是有人吗？我怎么进去？哦、One pair 而已，是我现在。Gods, there's a guy out here saying everything's smaller in Texas. You gonna take that? 嗯，太多。啊，是有人要来开门不？阿张看得到，你认真？啊？所以开了没？这次开了没？哦，不是的 key 卡。What？ 怎么进去？你闭嘞！我怎么进去？林德嘞 ！Thank the guns for the people that shoot back, yeah. What the fuck？ 你会裂开什么东西 ？Hello, hello. 对 ，BLT 要更新。
啦，这怎么可能过得去？它入口是走这个吗？我拿到 key 卡也没用啊，我还以为会有什么更好的路，完全没有啊。啊，是哦，路口另一边哦，林德嘞，再见。呼下，我先把那包拿出来，我他妈等警卫看到。就背这个样蹲着走的，他是会超快。带回家，带回家。看屁！我觉得自己多气，还好我能猫姐，还有包，还有包啊！回家。什么屁啦！怎么可能进得去？人太多了吧！哦嘿！哇，这里也是很多啊。哦，比较好一点啊，至少我这边可以有地方可以这样子躲过来。对啊，有 drop 有 drop。啊 ，Got it。你怎么这里还有人？救命哦！真是到处都是人呢，可怕了吧？全部看得这么进得去了，蛮有道理的啊，蛮有道理。Look at this， 也是啊，我们钻石店也是这样子潜的啦。Hello， 这回不要。这个还会看过来哦，太讨厌了吧。Easy。啊，所以这是在哪里？哦，那里哦。Look。Oh hey。你怎么还在抽我烟？大哥不要。拿个闪榴弹枪轰个两发就闪退了，你可以找一下闪退的原因啊。Look， 哦，啊，哦嘿，这个我直接跳下去，他一定会起效。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了，我受不了了。The Neo 2 data is locked up in document storage. See if you can find Sarah's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He should have the access tag. ID code， 好，用手开锁，潜行员就关台了，哦，还真可能差不多呢。This day planner will tell us where to find the CSO.
四千哦。Hello. 我一定要先找到监控室。我下一场的话 ，Look at this。下一场火拼的时候，啊，快气死了！黄色外框那个是。滚！大丈夫。Okay, chat, 大丈夫。N 百支监视器。You need to find the CSO. Check his office, and if he's not, 你看，你看，你们看这个点，你们看这个点，你们看看这个点。啊，好，有道理，现在。之后啦，我希望不要有下一场，我希望这一场就把它潜完，好不好？啊，这太恶心了，这个，欸，这个比那个，欸，这个比 UF1 还机车，欸，UF1 至少没那么多平民。啊，欸，为什么没飙到你，大哥？啊，这是哪里？他怎么一直乱走？你那有一口口欧北照？他是那几个平民都会走动，是不是？这几个？那就先打掉了，来跟他多说什么呢？是吧？不下。既然还会都要一直走动，那我们就不用跟他客气了。要绕全场啊！哎，这几个家伙是不是烦死了？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那边绕这边绕啊。Look. 啊！哦牛！托里古阿哥，暂时， oh, hey. 我228还没有连放，哎，气死我了。哦，啊，啊 ，look， 啊，你被招打啦，来撸招撸。Hello， 被打，要去哪里？越跑越远。那我就乖乖在这边看你到底要找到什么地方好了。哦牛 ，easy。If the CSO's not in his office, check his schedule. 走进去嘞。哦。啊，这个跳不过去。啊 ，Hello， 呼下，
新枪开了吗 ？COD 有啊，我叫小叶丢给我的。啊。呼下！还好听到脚步声，林德。这个是不是？他回去了是不是？干！这个 timing 抓得太好了吧！我先把你打掉了，他现在才 one pay 而已。Well, I'm sorry, but this shark that won't happen with this shark. 就是我装 FFZ 啦，太多人用不到，多多少少吧，我觉得。哎，他这样应该不会发现吧？新DLC。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要放别的音效了，这个、要放别的音效了，我们要感谢一下那个，啊、哦，反正这边也不会有那个了，这边也不会有警卫走进来，应该只有他而已。好、哦，我就慢等啊，你就慢慢绕一圈下来啊，我在这边等你啊，我们可以来聊个天啊。我觉得这关鬼雷多多少少用得到啦，但是其实办公室那边的那个路线其实是一样的，对，办公室那边的路线其实是一样，那些平民走的方式都是一样。到一个点用电脑，用走回去，然后用旁边用手机，然后再走回来，爆棚用电脑，这样重复。对，重复在做的事情，这样，所以，哎、欸，这个吗？哎。要不要再下来一次啊？来嘛，来一下嘛 ！Come！ 悠悠安安，各位安安。雪糕好像很晕哦。那个钥匙卡，我们直冲这个也就好啦。钥匙卡刚刚去哪里拿的？我第一张钥匙卡在那边拿的，办公室。啊，不行，办公室一定要戴面具。对，他办公室一定要戴面具，所以你一定还是得那个。可是你拿 ECM 来开这个，直接这边拿一张就好了。啊，对，会议室不是办公室啊，会议室，说错了，对不起，不好意思，不是少一只吗？更新后有吗？密码，我是用密码。他压在他的可乐底下，对，他带 ECM。我是觉得这平民那么多，就不用看了啦，一定带那个啦，一定带私包，多带一点。反正小 ECM 就好用啦。哎、欸，你怎么也会来？反正他不会看到啦。哦吼。两包包，还有两包，所以水啦。啊，什么东西？这还看得到？你跟我骗？认真。哦，这个、哦，原来是这个。我想说，怎么找半天找不到嘞？啊，我把这带回家哦，这么麻烦哦，又难哦。拿来这里。来，我先标一下人。
能杀刚才怎么没杀？你说那个警卫吗？因为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走进来啊。刚这一只是会一直走进来，他已经走进来两三次了，所以我才想说要打他。这个刚刚另一个警卫他才进来一次而已。不过我在猜会不会是因为那个，会不会是因为那什么来着？那个巡的路线变了，所以他们才那个少一支警卫在这边，所以他派人来补。不晓得，所以我好奇。那他这丢包点有差吗？好像还好啊。啊靠腰好像有差欸，有点远欸。我可以丢上车再开回家吗？下个 ECM 好像丢上车再开回家好像不错，对不对？对啊，四个就好了。我们要多拿，我也不用那些钱。Easy。Oh hey。话也能拿，不用了啦，我用不到。对，看完遐钱话用袂着啊。金勇勇，进来走。可是这一关我大概潜大概。30来分啦、啊，因为中间其实还有一些时间，就是在念订阅跟那个正确的那个时间应该是30来分，其实跟那个差不多。呼下，哎，这还有 Old Wine 耶，老酒，跟那时候潜那个上一关什么纵横差不多，一时间下来会乱枪打的，不会啦。那我也只有小一仙可以用哎、欸，所以我不能乱用。抓好时机点，不过现在还可以这样。对，其实还行，还可以标他们的位置。是啊，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偷走了那个，那、啊、是不是有人？还是哇，我真的没看错，哇、哦，好险！哦，好像是。余光有瞄到，我想是不是有人 ？Look at this！ 就丢进车里，他会看到吗？照理来讲是他不会看到，对不对？哦嘿，啊，对不对？照理来讲。So can I grab my camera？ 哎、欸，刚那个嘞？刚那个警卫嘞？呼下，不会看到，好，就是一个中继站的 ，nice。其实我真的是有一点想直接开车巴巴啦，可是我没有意思，因为我不想乱搞。哦，我没意思了，不敢乱来。我只有小意思而已，只有12秒的扣打。而且重点是，等一下如果丢一丢，跟他讲说，哦，我们既然偷到他们的资料，那剩下的资料我们应该要把它烧毁。干。那我就会怎么样？那我就会干。呼下。对，所以对，不要做傻事，好吧？我们就慢慢来啊。Hello。跳超快，吓死我了！我滑了，对，我拿去楼上了。我滑嘞，突然奏效，等下滑一滑，让我摔死，我都会气死。我告诉你，有掉宝，掉宝。我再扫一下。感谢寻学浅帮我标了，感恩。Take loot。Take loot 真的很难对，你的那个可不可以大一点？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看，你看，你看，好险！哦哦，你看，好险！我这次学乖了。啊、这要干嘛？这干嘛 ？Deal with 什么东西？这怎样？打死他们是不是？等下，这要干嘛？先跟我讲一下这要干嘛 ？Deal 他的 Deal 是怎样？杀人嘛，对不对？没错嘛，他的字面就是字面上意思嘛，是 Deal 的那个 Deal 吧？好。然后还给你扣钱。Nice 哦。Did you guys clean for us? Okay, 应该不会被看到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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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还要把实验室里面的人全部干掉，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还好我学乖了。上次那个米德兰牧场，我已经学到教训了，就是不要以为任务已经做完了。哎，为什么是这里啊？不同方向哎。That looks like a PA system for the whole campus. Maybe we can use it to clear out the laboratory. Clear out.要怎么 clear out？ 你看，我光是现在丝带我都丢了9个了。Destroy the lab, friends. Destroy 了，你看 ，destroy the lab。你看，哦，哦，嘎仔，哦。Look at this. 我就想说，哪可能这么简单呢、啊？It does my heart good to see you bashing Rainey's. 哎呀，我想到哦。呼呀！杀或绑，刚刚那个情况应该是直接杀了啦，我觉得是没什么时间绑了。啊 ，Hello！ 啊，这个单人不击杀任何平民啊，又叫我说 deal with them， 哈哈哈！这个也太奇怪了吧？那你应该不能把他们算成那个啊？呼呀！应该要把他们算成敌人啊，怎么会算成平民？啊啊，这个 destroy 是 destroy 什么？destroy 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好 destroy 的？请问一下。啊 ？destroy 的实验室装备啊，是什么东西？实验室器材打掉，哦，一开始那一间了，哦牛，这一间了，好，打显微镜就对了。什么啰嗦的任务啊！啊，他们人都走掉了就对了。老师，你这怎么还有一个？啊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别再看了，别再看了，别再看了。等下下一个就换你。Easy。是啊，啊，你不然你标一下那个东西在哪里？我哪知道？我哪知道打完了没？啊啊 ！Finally over。没人了，是因为刚刚那个啊 ，Luck 叫我们出去，只是那个语音没有播到而已。他刚好被那个卡掉。
损失多少？八台显微镜，也是蛮好笑的。结束了。啊！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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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哇，有够麻烦呢、欸，有够麻烦，还好我够机灵啊，我够机灵啊，我就知道送完那四包一定还有，一定他妈还有，真的，真的是黑人机灵啊！哦，51分，中间还讲扣掉一些干话，大概40分啦、啊，40分、45分左右，我觉得。对，抽到一些讲话的片段这样，啊，就是偷那个啊，偷那个原型机啊，啊，把那个东西他们的实验的记录什么的都打坏这样子，啊啊啊，然后嘞，重点是那些资料我没有全偷走啊，不是一样吗？啊，痛苦，不是你那个显微镜，标一下嘛，你至少标一下那八凯长在哪边。谁知道在哪里嘞？哦，我跟你讲，流程简单，又是流程简单，可是整体就给你讲的超级复杂，超级无敌复杂。哦，那这是米德恩牧场让我学到一次教训呢。我说啊，好了，终于好了，都可以都背完了，终于可以走了。哎。你要放 C4 哦？没有，你还要放 C4。是，对啊，他最后都不标，我怎么知道打什么？我要打柜子，还是打药品，还是打那个像就是那种实验室里面那种无菌的那种什么？就是他是从外面戴手套这样子用那种实验的那种东西，又没讲。也没标，我靠的超近，它才标黄色，它才标黄黄的，有屁用哦！你叫我靠那么近，再标黄色，是叫我用手打是不是？哦，好家在啊，过了过了过了，你把玻璃炸了，然后就爆了，对啦，啊，火拼了火拼了，气死人了，打死他们，兄弟们干活喽！拆迁大队来喽！